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。今天我们又回到《幻想神域：起源女神》，就是它的手机版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开始游戏。上次登录哦，还有新伺服器嘞。那没关系啊，不关我的事情，我已经有角色了。什么？当机啊？不是吧？关掉。当机！吓死我了！哦，每日赠礼，所以我要集满级。哦，是预兆签呢，我要。好，我每天都会登录了。我可以为了预早钱，回报任务。确定。等一下，我拿到的奖励是什么？比比斯坐骑。OK。比比斯真的很喜欢你呢。看到他这么亲近人，你就带上他吧。哦，所以他对我摇摇屁股，然后围着我走一大圈，就是喜欢我。好，装备坐骑，骑乘坐骑。那就开始吧。袭击居民哦。它可以拉近，可是它没有办法转视角。哇！刚刚是因为放招的关系吗？好，回报任务。我怎么记得之前赖瑞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啊？好，有点微妙。我印象中的赖瑞不是长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更换。我要取得散落的物资，装备。OK，
可是等等，为什么是叫一个女生班呢？啊，这不是重点。强化开启，强化教学，开启主选端，强化镶嵌装备，选竖琴吗？显示强化效果，然后开始强化。OK， 好，真还蛮好用的，应该说还蛮容易上手，还蛮简单。干粮，赖瑞给我的干粮，谢谢。所以班特也被攻击了。好，所以为了他被攻击以后，为了要治疗自己的伤口，还要我们取活性液。哎呀，听起来有点像什么化学反应的东西。他在有一些放招的时候啊，他会拉比较紧，就是有点像是看效果之类的吧，大概。他死掉了，那个感觉有点可怜呢、欸。一个滚滚滚哦，没救那种皮。好，找班特喽。艾莲娜的信物。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好。OK， 境界是什么？哦，我目前还用不到。勇冒险之路是。所以我是点击任意位置，弱点。哦，这是什么弱点？OK， 确定配点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其实有种就是乱乱点，然后随便没关系啦。今天跑起来比较顺，是这个时间在线的人比较少吗？再像以前，这其实看起来不像女巫哎、欸，它比较像修女的感觉。呵呵，充能宝石。树枝宝石，
还可以吗？我要增强法术了。嘿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善与恶仅一线之隔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对不起，我刚刚第一个想法是，哇，胸部好大。对不起，为什么我的起源圣女是夏娃，我不能选哦？那个时候我记得可以选的啊。哦，所以已经找到布莱恩了。原神已开启，原神教学室。这个要先放旁边。好，能力值，原神升级。哦 ，OK。确定喂养 ，OK。他会花钱吗？好像不。爱情能够使人变得强大哦。哦。我记得也有亚当啊，为什么没有看到亚当？哦，亚当是伤害型，我也想要亚当。探索。这有点像是成就的东西。冒险之路。编队，原神清单 ，OK。好，那就继续咯。哈，切。装备，希望我们可以平安度过。哇！去死吧！明明是同类人，竟然想帮弱者出头，想阻止我的人都去死吧！它的难易度有，应该是有调整过，就是跟 online 版的那个感觉有点差别。我既然说了，不可能，我是不败的，我要更强的力量。怎么回事？无法控制。
怎么有，就是有一种，这是自取灭亡的感觉。我刚才竟然看到我喜欢的那个大胃王，就是我很喜欢看木下有香，但每次看他吃东西会觉得哦好满足的感觉啊，这有点奇怪，不过对，就这样。可是我觉得就算不离开，觉得大家没办法接受啊。在不知道多遥远的过去，具有至高神力的起源方块运用了它的力量创造我们所居住的世界，毫无疑问的，这是它历来最完美的作品。长久以来，这块土地孕育了无数的生物与文化，最后起源方块选定了一群人们，并且唤醒他们体内的能量，且将之化成灵兽，这些人因此获得卓越的战斗能力。但运用这股力量的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，心灵邪恶者会利用凶猛的灵兽成为无恶不作的罪犯，心灵良善者能够驾驭灵兽成为历史上的英雄。虽然不明白起源方块的用意，但这些被选定的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故事与传说，在历史上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起源使者。为什么是突然在那边出现？加油！他也是蛮可怜的啦。为了与灵体分离，他即将要踏上旅程，希望大家能为他打气。很高兴你选择离开村庄，你果然是称职的守备员。喂，你这家伙怎么这样说话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工人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你要加油哦。随时欢迎回来找我们，祝你一路顺风。
制时间与气候，永不停歇的贸易为这里带来白金海岸的美誉，却也招来贪婪海盗的觊觎。或许你的到来能改变这一切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。对，因为呢目下因为现在要直播，所以我要去看咯，所以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写个喜欢，点个喜欢。那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在下方帮我留言哦，最好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那大家再见咯，拜拜。